少了点汁，少了维 C 棉袋和有水乳。手机里香皂我还没有放里头，香皂放在这里。好撑啊，我没有放啥东西都这么撑。现在时间是凌晨一点，然后白雪和王明璐他们已经收拾好衣服，因为明天还得早出发，订的是8点的高铁票，11点左右，上午1点左右到达杭州。然后查了一下杭州天气，大概是30度左右，所以就收一些那个短裤短袖就可以了，我就带两身短裤短袖。OK 了，现在是已经1:40了，马上要凌晨2点了。因为要去明天早上8点要出发杭州，所以要提前把明天的视频给编辑好。因为明天一天基本上都在车上，现在还没有弄好，因为看到他们两个这会儿都睡了，我也有点儿，我也有点想睡，我打算先睡明天早上6点多起来再接着编辑，因为怕今天熬时间太长，明天就起不来。收拾好行李了，准备出发。今天专门买了一个帽子，8块钱。几点吗？好吃啊。好，俺仨紧赶慢赶，7:34到了北站啊。赶紧去吧，走。今天是阴天还是没命了？阴天都下雨了，你还阴了。我给我身份证也掏出来。我先进去取一下票。哎，取票给哪儿了呗？那售票啊？哪儿？好冷啊这里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人！走吧，7:42还好，不急。8点。哼。要不再等会儿？算了，等都不等了。啊，一定要再回去洗个头。